了要配合防疫，避免人流群聚，台北101宣布呢，购物中心将在5月19号到5月21号休馆三天。101的服务人员承包商大概是有2000人，因为是服务业，无法居家上班，因此购物中心将会在5月19号到21号休馆三天。另外，金站停业两天，原百和星光三月调整为中午12点到晚上的8点营业，搜狗呢调整为中午的11点半到晚间的8点半，板桥车站的环球购物中心也会暂停营业2天，还有 ATT 信义店、桃园店营业时间呢会调整为12点到晚上的8点，大直店改为11点半到晚间的8点半。